很多人一提到肾不好就会想到腰痛，但是根据科学的依据来判断，其实肾好不好和腰疼不疼关系还真不大，特别是失智性的肾病，以腰疼为首要表现的并不多见，所以肾好不好要依靠身体其他部位来综合判断。肾不好的人手上会出现四个警报，一，手掌红白相间，肾阳虚者的整个掌面通常是红白相间的，伴有手掌表层高低不平的现象。其次，若有小指外侧出现青筋，说明先天肾气不足。按捏大拇指第一指节指度，如果松软无弹性，说明身体精气下滑，肾气不足。二，小拇指指甲苍白，手上的小拇指对应肾器官，如果发现自己的小拇指色泽苍白，出现白斑，甚至是干枯无光泽了，那么就说明人体的肾脏功能肯定是出了问题。所以我们有时候不要以为尿频尿急，出现乏力虚汗，性欲下降，食欲不振，大腹便便，才认为是肾虚的迹象。根据最新的科学研究发现，到这个时候已经是很严重的肾虚了。三，出现杵状指，指甲显著的向上拱起，而且围绕手指变虚变粗，指甲杵状膨大，除了表示肾脏出现问题，还有可能患有气肿、结构病、心脏血管病、溃疡性结肠炎或肝硬化。四，出现两节甲，一般来说，假如指甲剑甲尖的一半呈粉红色或褐色，剑甲状表现的一半呈白色，那么很明显的这种指甲又名两节甲，这可能是慢性肾衰竭的一个迹象。当你的指甲出现以上这四种表现时，说明你的肾脏已经很虚弱了，这时就要避免导致肾虚的四大习惯。一，生活习惯差，很多男性都有抽烟喝酒的习惯，尤其是抽烟，烟龄时间长，吸烟的量也是不低，还有一部分人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大量喝酒，加上长期熬夜，饮食不济，对肾脏都会造成一定的损伤。二，爱吃甜饮水少，长期爱喝咖啡啤酒，很容易出现肾功能问题，而饮食习惯偏咸会导致血压升高，肾脏血液不能维持正常流量，从而诱发肾病。如果长时间不喝水，尿量就会减少，尿液中携带的废物和毒素的浓度就会增加，就容易引发肾结石、肾积水等。三，纵欲过度，一提到肾虚，很多人也会联想到性功能方面，确实肾虚跟我们的性功能有一定的关系，平时有些人想着自己年轻就过度放纵自己，这种情况会导致肾精流失过量，最终出现肾虚。四，压力过大，中年男性的生活压力很大，常会出现身心俱疲、精神萎靡的状态，生活质量也会改变，从而失眠、食欲消退、乏力、焦躁等肾虚、脑虚症状出现的频率也就增多了。男人想要肾好，禁忌一茶、两黑、三动作。以茶，自知蒲公英郁脉虚茶，去郁脉虚，蒲公英、玉竹、玫瑰花制成茶包，每日一包，热水冲泡代茶饮即可。功效，防肾炎，促排毒。古代医典中记载，蒲公英利尿通淋，也有尿床草之美誉，也就是说蒲公英有狠狠利尿功效，可以促进排毒，减轻肾脏负担。郁脉虚入肝、肾、膀胱经，具有利尿、利胆等作用，可改善肾炎、水肿、泌尿系感染等病，可利尿，改善肾功能，减轻或消退浮肿，减低或消除尿蛋白等，有利于改善慢性肾炎，促进肾脏排毒。玉竹是一味养阴生津的良药，大明本草里面记载，玉竹除烦闷，止消渴，温心肺，补劳体上虚损，腰脚疼痛，玫瑰花中和调节之用，这样搭配在一起泡水喝，促进肾脏排毒，有利于保护肾脏健康。两黑，黑米，故农医书记载，黑米紫米补肾，健脾暖肝，补益脾胃，益气活血，养肝明目。黑米中所含锰、锌、
同等无机盐大都比大米高1-3倍，更含有大米所缺乏的维生素 C、叶绿素、花青素、胡萝卜素及强心白等特殊成分。因此日常可以在主食中放入黑米、黑豆。黑豆被古人誉为肾之谷，黑豆味甘性平，不仅形状像肾，还有补肾强身、活血利水、解毒润肤的功效，特别适合肾虚患者。三动作：抬脚尖。平时在家里可以尝试着将脚尖抬起，用脚后跟走路，脚后跟先着地，实际上就是刺激了肾经穴位。经常用这种方式健走，可以有效防止骨质疏松症。转腰，肾位于后腰，经常转动腰部可增强肌肉力量，暖肾补精，预防腰椎病、腰肌劳损等疾病。双手反插于腰部，大拇指在前，中指按住腰眼，腰部第四腰椎棘突左右3-4寸的凹陷处，腰向前弯，先按顺时针方向转动10圈，再按逆时针方向转动10圈。转腰最好早晚做，空腹式位移，提拉耳垂，用10指拇指自内向外提拉耳屏、耳垂，手法可以由轻到重，但是注意不要有疼痛感为险，一般3-5分钟即可。功效：健肾，还能改善头昏、头痛、神经衰弱、耳鸣等毛病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